在我故乡的人们世世代代受到神明的庇佑，脑海中我的故乡就是神之乡。妈祖北关公这个说法你听过吧？你把普济堂的绕境加到你的报告里面，开学以后再把报告给我。夏志勋学长，我是美术系大二的陈暖暖，我可以跟你同一组吗？两手加压，西湖相随。你咋新闻车出电视，我听下你知无？又唔过自从我离开新闻车了，新娘甲新西。就毋捌出现过啊！过去我会当作兄弟，啊你，你把我当作啥？你就是我对新闻社无感情些，我甲你做细汉踮遐大，你嘛是我的家呢。经过的岁月里，迈过多少年？哎，走啦！都给他出去啦！婆罗丁，朝右，你给我听了。左手压线头，大戏不是你的家。右手缠线头，你永远都别给我回来！滚！勾住线尾，准备丢。你是大西人，那你应该知道庙口那边有一个。我7年没回来了。我们要快快长大，一起参加624绕境，一起甲将军。阿贤，将军我管呢，欢迎回来。姑姑，听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624哦，你该不会还记得我们小屁孩的时候讲的那件事情吧？如果你爸跟你妈还在一起。我们大家就能常常见面，你都不会想要知道当初你爸为什么那么做吗？啊，你是回来要创啊？你的查某囝拢无去啊！你伫遐咧创啥啦？你根本就无做好照顾查某囝的责任。我是不是有尽了照顾查某囝的责任，还轮袂到你来讲？爸至少还待在大溪，你呢？我已经习惯没有妈妈了，以后也不需要啦。我到今晚都无了解，为什么？那一边嘛，我两兄弟啊，若无拄到阿良师哦，就是变成一块废柴。性地公甲性运社较重要，师甲阿勇啊较重要，阿义啊无要紧。我当等到性运社拢是性地公的信徒。想做两边一点不挂眉，有胸不高才。来，你挽留阿勇阿后我啦。西搞对不起信无邪，敢有对不起恁两个兄弟啊？我自细汉就无爸母咧甲我照顾，是阿良西甲大义哥阿哥阿姨辛苦甲我饲养大汉。你连最重要的亲情都不顾，你把三家撂有什么用啊？你哥在学校可是风云人物哎，又帅又温暖。谁知道他一回来大溪就变入欲望，很明显就是喜欢我哥啊！没有啦，陈暖暖喜欢夏志勋，谁啊？等下阿勋一顿啊，得煮意大利面给我吃，你哪用啊嘞？人家泡面妈妈煮给我吃过呢，有摘掉跑外外省路啊，阿无摘掉头来见的。你行过世界安尼侪国家，看过安尼侪风景，大家对你来讲。感觉感动。今麦连妈祖都在线上抓背，你搁只老狗狗。至少我甲西楼乱乡的收掉的，无像你。觉得新和旧不应该是对立，而是融合。今年我好大顿，就算我谢，我一定会参加大家的事。亚将军，跟你卡啦！安尼好，我带你看。两西共西，心明等足久的。想要在今年的624做很厉害的事，你膝盖每次都绕跑哦。今年624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深色的厉害，深色加加加！我眼里的你，像绚烂的烟火，再也不闪烁。